基隆，我在随身碟啊，你赶快来家，就要处理好这栋大楼监视器外面。我也可以进来啊，我先掩护伊，赶紧过来。你是彭文雪？是啊，我在想讲，你这个人足歹控制，一路应该真歹，把你引来家，想袂到也是完成任务啊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挑工骗我来家？对啊，总是爱我人来做替死鬼啊。你搁做甚物歹代志啊？我哪有做甚物歹代志？我刚才是摕到阿贵拄好完后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尔，是足重要的证据，你知影？你真正有够可恶！哎，关小军，你较冷静嘞。其实你无耍枪啊，我真甘愿把这证据交予你，也是更好。安尼，你就当代替我，让人抓去关，关到头毛刺手白。你今嘛就是彭文雪啊！在我店面误会，你是上海大力还是平炫？两个跟一个，你跟多一个？伊两个拢是好人，你哪会安尼伤害伊？你真正够无人性！谁敢动我彭文雪咯？我就爱伊的命。那呢，今仔日我就甲你拼命！你给我放手！啊！放手！你给我放开！我没催你离婚，你这小子，我给他放手！你爸，你怀疑是马条龟放消息被甲咱骗去了欧姨那边哦？我是有的啦，啊，我小军不是无接电话的人啊，今麦连品轩都无接电话。你想来治疗来啊？今天哪办啊？爸，还是咱行楼梯较紧。好，行。想要赶紧看到治疗对无？啊，不过你敢有啥物方式当随证明你就是关小军？证据伫咧我遮，我若是交出去，你就会随互人拿去关嘞。唔免烦恼，我救你。我若是你，我着赶紧对楼脚逃走，至少还阁有退路啊！会当赶紧想办法，等你治疗身躯边。我若是今麦让伊抓去，我干来顺彭文雪伊。太姐，这安装门上久。卡麦开，爸，你想怎？我拄则刚有听到有人讲话的声音呢，我来接啦，行。天公伯啊！你和我甲彭文雪交换身体，是毋是有你的用意？那你至少你和我一点仔指示啊！啊，那无我今麦真正一点仔都唔知道要安怎做才好。真正有一间庙，敢讲是天公伯要我指示。
心明在上，心如挂小军，今仔拄着人生上大的危机。心明，你有能有舍，慈悲为怀，请你赐我智慧，帮助我会当度过这个难关，改变这一切。高小君，啊，你拜神是有拜出什么心着啊？啊，心马安哦，都好通对我来等啊。啊无哦，遐伫外口就危险的呢。你别连我，别了，走，等我，走，等我。别了。你要倒啊哈？给我放开，我袂跟恁等去。高小君，你哪唔知好歹哦？你。等开！高小坤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无想要讨赔偿，你就乖乖讲等。恁真正两尊公，恁安尼无非三者，就无人会当敌恁。高小坤啊，你唔通袂记的呢？你即卖外表看起来吼，是我的查某囝尤其。啊，搁再讲，万一有今嘛已经摕到伊弄周玉梅的行车记录画面啊，你脑够强吼，得乖乖对阮转去。啊，你哪敢有白来哦？万一有去得甲政府告警方，到时阵你都要代替万一有去去食面食饭啊呢？啊，就算讲你有法度通逃过，让掠去怪命运啦。要送去疗养院做精神治疗。那疗养院我大过呢，实在是太恐怖。虽然真话你甲彭文雪真可，啊，不过伊讲的嘛有道理。我总是要先维持我的自由，才会当找到确实的证据来反击。三哥，阿太西装已经照你的吩咐，甲整理好势，回清去了。一定真相拍着，当然啦。哎呦，对啦，三哥，李医师在替阿太整理的时阵，在西装落地内底发现这個。你藏了做好的，一定做重要。唔知阿太留的是啥？就是讲提下最后留我的物件，就卡像这样，薄薄的一张皮了啊。你若是看到这个时阵，就表示我已经无伫个啊！这是我甲安琪的囡仔，对安琪，我除了亏欠，也是亏欠。伊迄天来看我，表面上是要甲我切合你，啊，毋过私底下却留予我一个救命针。伊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，是我对不起。若是会当，拜托哥替我弥补伊。伊若是改变心意，万一将囡仔留落来，就请哥替我关心照顾。若是无愿意，我请你勉强伊，请原谅
我这个无理的要求。多谢哥，三太。这是阿太的威严，你们看下，你等于是阿太最后交代的事啊。我这做兄弟嘛，无可能当作我无看。而且你甲金花啊，也是阿太啊，相信你们啊，我嘛无可能对恁暗含讲有这件代志。三哥。不过看台顶官写的，敢那李武功安琪嘛讲嘛，伊无想要甲囡仔留落来。哥，哥，你看阿太写这个字，伊毋知用偌济气力落去写。我看到伊的字。我会当感受到伊当阵的心情。三哥愿意甲咱讲，算是尊重咱啊。啊，不过最后的决定权，嘛是伫安琪迄边，咱都莫有意见啊。我三哥去处理，啊，定义是替阿太完成伊的心愿。安尼买汤碗饭，金花啊，其实你是我的心内，你早都已经是阮王家的人啊。我知影这件代志对你来讲啊，心肝内应该是无好过，还是真为心肝。而且我嘛知影，但是还有一个文化坏。三哥，我跟安琪的恩怨也是因为阿太的关系。现在阿太已经离开了，这恩怨也应该放下。我会尊重你的意思，毕竟安琪这个囡仔也是王家的子孙，你是会当加一个兄弟姊妹。我嘛感觉真好啦，啊！不过这个囡仔嘛，也不是跟咱讲留，袂用留落来啊。其实啊，伊病的时阵，后来同我有甲讲，伊讲伊有影在安琪。安琪来陪伊，就表示讲伊有哪是要看到阿太的最后一面。只是伊到尾啊，拢无入来。啊，不过，阿奶嘛表示讲伊对阿太啊是真正有情有义啊。三哥，啊，不过阿太，伊骗安琪规家伙啊呢，也无爱安琪啊。所以安琪无可能把这个囡仔留落来。佮再讲，你莫袂记，安琪佫一个夭寿过的爸爸，变青梅。不管安怎，这算是阿太啊伊的遗愿。我这做兄哥一定想办法做到到。我去找安琪，我佮伊好好讲者。我会清楚了解，伊心内到底是毋是坏。